但是转型正义的事情很简单，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做调查，没有调查就不会有真相，没有真相就不会有正义。当然有正义，要问那些受害的人，你愿不愿意原谅？如果没有原谅，再多的努力，永远也不会有和解的。转型正义最重要的是去做真相的调查，怎样是有用的？顾立雄的不当当场委员会，他就有调查权，他可以让国民党的薪水发不出来。前几天让妇联会312亿的钱充公，没收到国库里面。这就是真正有调查权的方向。小英，你很努力，但是你的方向错了。错了没有关系，改了就好，不要用骗的。他去年讲的是多么的感动，话多么长，今年只能够讲到说，我语言我们做得还不错，我们未来做文化艺术，还有呢，不敢讲，交给一将来交代，因为一将做得不好啊。一将是不是应该下台？是。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这就是历史争议的意义。去年的今天，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那么过去一年来，在政府团队的推动之下，我在道歉时所承诺的各族人朋友的一件事情，也都有了具体的进度。当时道歉，就是承认原住民族是台湾的主人。他当时道歉，说要将原住民曾经所受到伤害、所受到剥夺的权利及土地被掠夺的情势，他会一一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今年的8月1号，我们承受的伤痛，而是变本加厉。像我的部落现在正面临大规模的温泉开发案，里面最小的开发面积到2.4公顷，最大的是8.6公顷，而他所开发的面积都是占用到私人土地。如今蔡总统他成立的转型正义，他却只是这个画设办法，将要排除私人土地。如果说这画设办法排除私人土地通过的话，那我的部落是不是就要面临拆团随意的开发？他可以不用征询部落同意，就可以去进行这样的大型开发案？其实不是只有道歉这件事情，在去年道歉之前呢。我们就为了转型条例是不是要放进我们原住民这一块里面，就有不一样的看法。那当时我们在立法院办了一个研讨会，那当然当时呢，姚仁多当时他还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他透过陈莹来跟我。那我当时就跟他讲说，不是只有道歉而已，你道歉以外呢，你先要表现个诚意。我们知道说这些400年来的历史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马上处理掉的。那过去民进党8年朝小野大，当然是有困难。那至少我们说，你至少把你的大方向做一个承诺。那我跟他讲说，一般我们民间讲说安徽爱差桃姐嘛，你要道歉要还人情，你把人家的脚踏车拿去骑走了，你至少还个那个亮亮给我们吧，表示你的诚意吧，送一束花吧。然后他只是跟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至少国家公园里面有几座，你就还给原住民来经营管理，再回补给国家99年就好了。
那你同时来训练我们的原住民经理人才也可以呀、啊。他说那还要问大老板。然后呢，民进党党团说你们原住民不要来乱，因为我们转型正义就是要处理国民党的党产，所以你们要分开处理。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分开处理吗？没有。那小英说你们到总统府来，因为位阶比较高，这是牵涉到哲学层次的，不是技术层次的，是要放到总统府去。但是我们也跟他讲说，从加拿大、从这个澳洲的这样的真相调查委员会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国会的调查权的时候，他是不能去找人来作证的、听证的，你也不能调阅文件，也不能到就地去查访，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空的。那你能写出怎样的报告吗？这是让人质疑的。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小英他的道歉那么多这些东西里面呢，基本上是缓兵之计。我们平埔族群在这400多年来经历了多次的殖民迫害，但是你当今的政府却仍然要继续延续这样子的殖民迫害。去年8月1号，蔡英文答应我们平埔族群要让我们得到应有的权利，但是呢，现在行政院的原住民身份修法草案当中，既然要将我们平埔族群纳为没有宪法保障的平埔原住民族，而且我们的相关权利竟然要用另外的法律一项一项逐条去修才有办法得到，这对我们平埔族群是极大的侮辱。而且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族人已经抗争了20多年，他们真的没有力气，他们也老了，我们的族群都快灭亡了，我们当今的政府居然用这样子殖民压迫的手段在对付我们平埔族群。从去年到今年的林万玉委员召开了5场的平埔身份法座谈会议，我们跟他对党的过谈过程当中，他居然跟我们回答说，这5场座谈会过后不会再针对这个草案有任何修改。那请问这样子召开的座谈会是不是在欺骗我们的平埔族群？这是只是5场的摸头会议呢？这些相关的机制、法定的机制，或透过立法程序建立一套新的制度来面对转型正义的问题，这些是政府都可以做的事情。那为什么在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议题上面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那如果这个差别有很具体的理由，是希望就是说涵纳各个不同部落等等不同族群的声音、不同的机制等等，如果是希望在这样的机制底下先处理某一部分的议题，那你至少要给大家一个很具体明确的时间表。我要在这里把那个蓝屿今天8月1日全岛竖旗核废迁出蓝屿，今天大家手上的新闻稿就是蓝屿青年发的新闻稿。我们很希望除了传统领域划设办法这件事情，还有蓝屿核废料的事情，从30几年前骗我们的族人一直到现在，蓝屿青年表示拒绝毫无诚意的以拖代变的任何协商机制，在核废未迁出蓝屿之前拒绝接受道歉，台电检整作业程序不公开透明，政府态度轻率敷衍，罔顾达务人权，台电违约存放核废料，持续侵占蓝屿达务族人土地，政府别再打假球，让原住民传统领域自然主权回归原名，启动核废迁厂。转型正义是要道歉，那你要做了哪些动作，做了哪些补偿，能归还就归还，不能归还就要补偿赔偿，那还要看我们原住民觉得满意，那我们才要决定要不要原谅。你不要以为你道了歉，然后汉人社会都不清楚为什么总统要道歉，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原住民怎么道了歉还要这个样子，那这些东西要如何和解呢？